那我们也希望各位，我们云林县的县民，家是大湖林关的不？大家都是大湖林关的吧？哎，那湖林关然后要常常来搭高铁，让高铁的运量比较多一点，这样他们才不会减班，才会对我们云林高铁减班哦。啊，所以我们也很盼望今天来这边表演，很盼望高铁站。 能不能慎重考虑，不要减我们云林的班，甚至吼、哦、在那个5点下班以后的时间要多挣一班。安尼，咱这北部才好坐高铁去台北含伊个囝食暗顿。哎，你好。哦，伊个囝买当去台北下班，坐高铁落来，咱云林含伊个北部食一个暗顿，再个转去对无？安尼，咱这会当靠，迄个亲子关系会更加好，啊，咱云林会更加发展。所以，在。 第二个团体表演之前哦，我先吹一首《回家的路》。掌声鼓励。